各位大家好，非常欢迎来到我们微生有声书系列哦。那我们今天再来谈一次所谓的动物本性、四字本性啊，也刚好在我们12月啊，这个15号到18号到台中呢啊，这个国际展览中心呢，我们有一个啊展览哈，参加这个啊服饰、素食、茶文化展。那欢迎大家呢，有空的时间到这个啊展览的会场哈，在乌日呢三德共购乌日火车站这边哈啊，有一个所谓的台中的国际展览馆哈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观。我们的展位是在 V1121 啊 ，V1121 啊。那主要的展出呢，也是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啊，动物本性啊，动物本性啊，四字本性哈、啊、有关哈、啊。我们今天就稍微啊，把这个概念稍微介绍一下哈、啊。其实，在现场的时候，各位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非常啊精美的这些艺人的图片哈、啊，这些都是啊开天辟地、前所未有的。人类在被创造，三界在被创造，一直到今天。事实上，人类的谜呢，过去在各宗教呢都不能够真正的打开啊，只能留下一些哈、啊、这些神活下士啊。在人类非常恶劣的时候，神活下士只能传的就是一些方便法哈，让人类知道有神活的存在，也知道一点修炼的皮毛哈。很奇怪呢，我们为什么讲修炼的皮毛哈？是这样的，这个三界被创造出来呢，啊，你再怎么修，再怎么高哈，世上都不可以出三界哈。过去释迦牟尼、耶稣、老子呢，是格拉底这样的一个觉者，在一定安排之下，啊，进入所谓的人世间传法。世上啊，他们是受命哈，受命来的哈。啊，他们回去呢，事实上也都不能够啊、不能够再回到他们所的高层的宇宙中哈，因为三界的特别的为一件宇宙大事而讲而安排而设计哈，各位都不知道自己呢啊是何方神圣，那披的人皮在人间世上千万年了哈。各位可能还不知道哈、啊，过去为了训练这个人皮啊，啊，这个所谓的西方的这个宗教讲的人以他神以他形象造人呐、啊，实际上他们无法理解的是，啊，造的就是这层皮哈、啊，还有黑人也有黑人的神来造这个皮哦、啊。然后这个黄种人的神，我们知道哈，中国这边印度的神哈，还白种人的神呀，当然也不是只有一种哈，那个头发黑头发、金头发都不一样，眼睛也不一样哈。各位事实上仔细观察就知道，很多神后面以他们的形象造人类、造人，所谓的人皮哈。那这个就是接下来人类大觉醒了，一定要打开了一件大事哈。各位看到啊、我们在讲的视频中呢，这一句话常常最近出现呢，世人都是神转身呢。哎，这个是所谓的创世主呢，弥勒圣人呢，他啊，在这个他的逢隐系列的书中啊，点醒大家的一件事啊，我们绝大部分的人啊，都是来自宇宙天体哈，很高层次的宇宙天体的一些啊，这个所谓的神哈，就是大家忘了。那刘伯温烧饼哥呢，
这边有讲到千佛灵王万祖下界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啊，释迦牟尼啊，这个受记呢，弟子也一定要留下来得这个弥勒的宇宙根本大法，是弥勒佛成啊，一时成就哦，这是《妙法莲华经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是释迦牟尼讲法49年最后他讲的一个非常特别的《波罗部》里面的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其实也叫《正法华经》，宇宙的正法将在人间传出，传出什么唯一佛成哈，所以这个。妙法莲华经第28品啊，欠花品啊，才讲到普贤菩萨讲到哈、啊，这个解读义气哈、啊，这个明白这个妙法莲华经的真正的啊，真正的用意哈 啊，能够啊非常受用的时候，他这个命中的时候，都直接进入多塞天了、啊，听弥勒讲话哈、啊，也就是在龙华商会的现在呢，事实上啊。就会跟着弥勒哈，弥勒哈下世哈。很多的生命的谜在打开过程里面，回过头来，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啊，动物本心，四字本性，你是否就已经恍然大悟了哈？实际上，《般若心经》呢，要能解，也只有等到这个真正的啊，这个双世祖弥勒圣人所传的宇宙根本大法，这时候才能解开真正的《般若心经》的真实的内涵哈、啊。这个很多的宗教留下来了很多的这种很有意思的这些啊，这个句句哈。啊句子哈都是啊值得大家深思的哈。记得莲花生大师呢有一首修炼的啊歌啊，他直接讲哈，就是污染觉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哈。那、啊、事实上他的名字讲完了，各位就应该是开悟了。那禅宗啊禅宗呢啊慧能这边呢也是一样哈，他。提到的六祖禅经提到非常重要的啊、哦，自性本是清净哦，这样的一个概念哈、哦，这个是大家都啊、哦、可以体悟到一种很好的境界。事实上，这些啊、古老的这个学者呢留下的信息呢，也都是这样方便让大家。哎呀，有一种在理上的那种明白事物啦。事实上，一直到创世主弥勒圣来的时候，才会把这些真相，所谓的真相，实质上的你到底是谁，整个完全的打开来了。在这种没有迷之下呢，各位呢其实就进入大觉醒了。所以我们讲呢，2023年后面这边开始，实际上从2024年20年时间，人类进入大觉醒，也就是九紫离火印里面来讲，以天象变化这个印转来讲，人类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哈，大觉醒的时代，生命的谜都会打开。各个宗教呢一样哈、哦，它会发生了非常大的革命性的改变哈、哦。这个进入到了万教归宗、万法归一的时代啊，这个是啊让大家有目共睹的哈、啊。接下来大家会遇到的哈、啊，古圣先人预言呢、啊、是可以震慑邪恶哈、啊，警醒世人的。这个身为大法弟子也要非常的清楚这个事情哦。最近出现了、啊、再次成为神，也在提醒大家、啊、里面非常重要的、啊、起悟这些主角、啊、这些像光明王这样的生命呢，事实上就是那个所谓的、啊啊、六禅天书、啊、这个都是预言、啊、从推背图、啊、梅花诗、啊、这个烧饼歌、啊、这个推背图、啊啊，还有这个所谓的啊，这个刘伯呢，他的啊那个塔碑哈、啊，类似这样的啊预言呢，在警醒世人，事实上都是值得大家去推敲其用意哈、啊，各位千万不能忽视预言本身对人类的启示哈、啊，人类的启示哈、啊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。啊到今天为止呢，事实上，啊，这个人类确实真相会
全面的打开，所以大家做了准备哈。中国大陆现在在遇到的是三年疫情的最后一波了，啊，最后一波会促成呢，中共大概死亡人数三波啊，啊，三年里面呢，大概就是接下来就是最后这一波，啊，补足了什么？补足了所谓的五亿人呐，啊，整个三年里面五亿人呢，因这个疾病啊，这个所谓的啊武汉肺炎啊这种哈 啊这个瘟疫啊啊。就死了五亿人，这个是神、啊、安排中呢，清楚这个中共邪党，包含他的、啊、他的所谓的同路人的整个的动作、啊、当然这是大家会比较难以想象的、啊、在主流媒体跟中共本身全部都、啊、掩盖的，那当然接下来这个就是神安排中解体中共的一个步骤。在几年前呢，那个 SARS 本身呢，学者也有讲，创始主有讲哈，就是他事实上是已经死了两亿年了。那现在整个中国的14亿人现在已经接近死亡一半了哈。好，死亡一半的时候，清空了邪恶系统的时候，接下来两岸就可以和平了，和平共处了哈。和平统一，和平共处、啊、那事实上接下来20年里面，九紫离火印里面，世界的局势的变化绝对颠覆大家所有的想象、啊、这个是、啊、各大自媒体、啊、也都提到这边的事情、啊、古圣先的预言也都讲到这个、啊、事实上救世主、啊、弥赛亚、啊、创世主弥勒圣人现身的时代、啊啊、还有大家熟悉的紫薇、啊，就是同样的这些圣人主事现身的时代，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台中，台中的佛事展这边，我们在12月15号呢到18号呢这个展览中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来跟我们一起交流，然后也欢迎大家加入伟成创造团队，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团队，我们在全球各地呢在展开这个红传创世主弥勒圣人的宇宙根本大法。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在12月31号呢有一个台北哈，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有一个台北哈国际宗教世纪大论坛哈，也期望大家能够参与哈。生命的谜啊，在逐渐打开中啊，都是一个机会，一个机缘哈。但是这个是最后啊，给人类的机会了哈。这个慢慢来，大家如果啊有兴趣呢，加入啊伟成创造团队啊，订阅我们的这个视频呢，那各位可以看到更多哈。你要看推背图，烧饼哥要谈到这个推背图啊。啊，刘伯温百年预言哈、啊，事实上都在其中哦。所有的这些预言的真相，我们尽量都收集在里面，也帮大家来解说哈、啊。这个要解说这些古圣先贤的预言，只有创世大法的弟子才能哈、啊，让弟子本身因为修持层次不同哈、啊，所看到的预言真相也不同哈、啊。那伟成创造团队是开天辟地前所未有的哈、啊，以创世大法弥勒佛成哈、啊，在全球普渡，欢迎大家的加入哈、啊。我们今天很简单的动物本心、狮子本性啊，经由这周边的介绍，我想大家应该了然于心了、啊，非常明白这个本心自本性呢。本性呢啊啊，说了般若啦啊，这个啊自性啊佛性啊，事实上讲的是你真神的一面哈、啊，你真正的神的一面哈 啊这、就是你的真身啊。其实你这个肉体里面包了你的真身哈、啊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三界的奥秘哈 啊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哦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哦。Woo!
切莫。